非常辛苦，所以我们今天公所的主题是我的爸爸是超人，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事业上，他们都努力的为我们付出，所以今天爸爸是超人是我们最要感谢的。让我们一起放下呼吸，由我们去做家族中心，特别推荐他非常辛苦，需要同时要照顾家庭也要照顾。好不好？对，来说说话，说说谢谢。谢谢，好，再见，朋友，再见。